我房车旅行了4年，总结出了5大自驾必备工具，今天分享给大家。根据使用频率和应用场景，我做了一个排名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第5名，工兵铲，挖坑、锯木头、拍地钉、防身都可以胜任。第4名，充气搭电一体机，可以给车的电瓶搭电，也可以给轮胎充气。12000毫安锂电不用接线，别看它小，可以打10个气压，房车、电动车、自行车甚至篮球都能用。第3名，手电筒，这个就不用多说了，选择照的亮照的远的，电池容量大的没毛病。第2名，修车工具，钳子、扳手、千斤顶、锤子、螺丝刀、手电钻、拖车绳、撬棍等等吧。常在路上走，难免会遇到一些小问题，带着这些简单的问题自己就解决了，省时省力。第1名， WD40 小蓝罐，不要质疑为什么是它。如果你也喜欢自驾，喜欢户外旅行，那你一定会知道 WD40 小蓝罐功能简直是太强大了，真的是万金油的存在。我现在给你们展示一下，我这些工具生锈不好用了，喷一喷看效果。如果是新买回来的，一定要先喷一圈进行防锈处理。车门的铰链有异响可以喷，锁眼锈住了不好用可以喷，挡风玻璃、保险杠虫胶清洗不掉还能喷，房车拖染机构连接处的氧护可以喷，可以大大的提高拖染机构的寿命。户外炉灶氧护和清洗也很好用，不仅车上能用，咱们家里也能用。不好撕的标签、去除不了的胶印、小朋友在墙上乱画的彩笔印等都能轻松搞定。总之网友已经用它玩出了几十种功能了，还有很多的功能你们自行研究吧。这个排名你们服不服？